传统面膜形状是固定的，爱多美 Daily 面膜是有弹性的。传统面膜成分较为单调的，爱多美 Daily 面膜成分则是多元的。体验还有爱多美专属的四种美容成分的全新面膜，爱多美 Daily 面膜，为不同时期的肤况量身打造的专属保养，无论何时都能简单上手，迅速恢复肌肤活力。选择爱多美 Daily 面膜的特别理由，专属于爱多美的四种美容成分，让保湿、紧致、亮白、舒缓等肌肤吸收精华液效果加倍提升。面膜如同肌肤般的服帖力，近乎透明透气，且充分的吸附包装内的精华成分，可包住完整脸部轮廓的宽大尺寸，为脸部肌肤带来最大享受。让我们来深入了解爱多美 Daily 面膜吧。爱多美 Daily 面膜为三种肤况、六大需求，配合不同时期的肤况所使用的面膜。为不同时期的肤况挑选适合的面膜吧。第一，当肌肤需要补充水分及紧致效果时，爱多美 Daily 紧致保湿面膜维持长时间的保湿力，如同安瓶般的精华效果。面膜中还有爱多美研发的特殊原料水解玻尿酸，以及美容成分维他命 C 多肽和阿拉伯胶树胶原蛋白，可以帮助肌肤达到紧致保湿的效果。第二，想要肌肤呈现透亮光泽时，可使用爱多美 Daily 亮白水嫩面膜，滋润的水嫩感使肌肤自然呈现透亮光泽。海百合萃取物和五味子多肽，以及耶利哥蔷薇和阿尔卑斯山脉上的七种稀有植物等爱多美专属的原料，透过卓越的保湿效果和改善暗沉，使肌肤由内而外恢复光泽亮丽。第三，肌肤需要舒缓不适感，强化肌肤的防御力时，爱多美 Daily 清凉舒缓面膜，爱多美专属的原料 Nature Protector 半酸和冰岛冰河水，舒缓肌肤不适感，同时帮助肌肤保湿。还有一个惊喜，如同肌肤般服帖的微透面膜，这三种类型的面膜全都是使用植物纤维的面膜纸。服帖且微透的面膜纸是利用从尤加利树和山毛榉树萃取的植物纤维制成，以减少肌肤负担。更重要的是，如同肌肤般的服帖力及透明性，薄透但不易被撕破的优异回弹力，超薄面纸且精华液吸附力远超越一般面膜纸，同时也拥有优秀的透气性。再者，宽大的尺寸适合各种脸型使用，提供全新且全脸体验的面膜素材。现在知道为什么要选择爱多美 Daily 面膜了吗？温和低刺激性的爱多美 Daily 面膜，使用后给予您水润滋养的使用感，气候干燥时洗脸后涂抹乳液精华液后再使用效果更佳，如何呢？是否想体验呢？现在就为疲倦的肌肤敷上爱多美 Daily 面膜吧。不同效果的爱多美 Daily 面膜，针对各种肤况的特别调理，全新体验爱多美专属的四种美容成分的超服帖微透面膜，爱多美 Daily 面膜。